哎呀，梁先生一直想得到的那斯顿木轩，现在正被一个德国人带领着，经古东湘北，过马面过岸，再转向西北，快点，有片马进入了缅甸。快快快点，别上了。快快快跟上，快跟上。先起马，先把保罗助手和马锅头控制住，剩下的人就好办了。咱行不行啊？到时候再想办法。我想知道梁先生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里有什么感想。左天君，你今天来总立社请我们吃火锅，梁某感到很荣幸，可是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我真是听不懂，我不知道和我有什么关系。和你没有关系。是吗？我一会儿就让梁先生知道这些事情和你都有关系。看来池天君对我的误会难以消除，那我就等着看您的这出大戏。请问各位还有别的需要吗？不用了，池天先生给咱们在黑泥潭准备了一场好戏，那我们就等着吧。弹幕已经拉开。那各位慢用。葛小姐，辛苦了。先把軽く炒めろ。はい。池田先生给咱们在黑泥潭准备了一场好戏，那我们就等着。奥様、何やってる？降りろ！ほらほら、降りんかい、降りんかい、ほら。降りろ！すいません。降りろ！降り、降り、降りろ！早降りろ、ほら。早するな。降りろ！何やってんだ？何せんか、早降りんかい、ほら。早せ！司马，何やってる？何事だ？
抓！了解了，敵を襲撃です。そうそう。彼らを守れ。はい。よしだ。どうぞ。停止前进！停止前进！我们现在距黑泥潭还有多远？报告长官，我们现在距黑泥潭还有三公里。
快！师傅，停停！小陈，快！谢谢，我要去那边。这条路不对。是啊，这也不是预定路线啊。这肯定是对手设计好的圈套。那怎么办？我们得控制马棒，走回原先道路。我听你的。兄弟，我太渴了。兄弟，都别动，别动！啊！大家听我说，这个德国人要把大家带到日军的伏击圈，想活命的，跟我走。我跟你走，我也跟你走，我也跟你走，我也走。你是马帮头？是。
我知道一条小路，可以带你们走出这座山。对，你带路。好。哎，都跟着我们走，走，都跟着走。跟上啊！后面跟上了。快快，跟上了。行。跟上啊！跟上啊！先生，马累了，走不动了，休息一下。到前面吧。好，到前面休息。这里不宜久留，得马上走。好。对面的马帮听清楚了，赶紧脱下，再不脱下的话，撤！黄镇长发动猛烈的进攻。那马帮怎么办？到时候我们在这儿只能给他们带来麻烦。死路一条。谁是马班头？我是。貴様の二股を引いて、我々についてこい。黄俊让你阻击马帮，跟我们走。啊、走吧。早くしろ。行くぞ。志坚，你出来吧！志坚，骰子，どうしたんだ？一体何を騒いでるんだ？马罗先生，你在这里大喊大叫是什么意思？我要控告志坚。やだろ、訴えといてます。まあ、ポールさん落ち着いて。马罗先生，请里面坐。調査団の中で。高麗権山の秘蔵の茶を用意して待っております。请どうぞ。请。お疲れ様でした。你为什么派人抢走我的乌纱？法乐先生，这件事情完全是因为你自己交友不慎，你选择了和总力社去做乌纱生意，而不和我结盟，所以才会有今天的后果。啊！你不要往别人身上栽赃，你赔我所有的乌纱。法乐先生说话是要有根据的，虽然大日本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是友好的联盟。可是我们说话不能不讲道理，对吧？我当然讲的有道理。你亲口说在马面馆布置下重点，我运送五杀的马帮就是从那里失踪的。马面馆布置皇军，那是对付中国军队的。赤天，这件事你撇不清你自己，你听好，我会马上向德国大使馆报告此事，德国大使馆会向日本大使馆发出严重的交涉，因此对两个国家的关系。早上的一切后果应该由你来负责。保罗先生，我们两个都应该吸取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我们应该成为好朋友啊。所以现在请你不要激动，你应该冷静。冷静？我冷静得了吗？所有的武杀比我的生命还重要。这一点我非常理解，
你这批五杀是准备通过缅甸港口运往柏林的，是德国陆军部队的订货。好了好了，先生，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严肃追查。怎么解决？我追查乌沙的下落。No， 乌沙，我要他的去向。这是我的申诉电文，你有十天的时间，否则他会出现在日本驻德国大使馆的办公桌上。萨拉巴扎，保留。今天哥哥姐姐来给你送信，那你安安心心的走。我一直没机会告诉你。我说过，其实你还是个孩子。老爷给你写那么多信，你连看都不看一眼。你对得起老爷和太太吗？你一直都责怪我，为什么不给我爹妈报仇，不给大哥报仇？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和你相比，我觉得自己很没用。你是条汉子，你死的有用，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挽救了多少抗日士兵的生命，我替他们谢谢你。
会让赤鼎活着离开腾冲。老娘，节哀顺变吧。夏至是条汉子，我们绝不能让他白白的死。我决定了，必须尽快的对日军采取行动，夺回主动权。我没意见。好，但是狡猾的赤鼎防范严密，如果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不能贸然行动，定能再白白的牺牲了。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池田軍はその勇気と英知でもって敵のタングステン資源の露獲に成功し、帝国に貢献した。ここに第56師団司令部は池田軍の階級を少佐に戻すこととする。池田軍に拍手。どこ？我が名誉の回復に感謝します。これを一つの結果とし、大都は事情に寄り添、邁進します。大日本帝国、万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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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give me opium. Give me opium. Aber wir haben nicht einmal genug Geld zum Essen. Und erst recht nicht für Opium. Hilf mir. Hilf mir. Hilfe. Hilfe. Pa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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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e soll man?你怎么了？What's wrong with him? Er braucht Opium, aber wir haben kein Geld. He's sick. Why don't you help him? Come on, help me. 来，保罗，没事，去医院，走。这都等一早晨了，也不知道来的是哪位军政要人。谁说不是呢？是啊，也该来了。哎呀，雷副学长，池田先生，你好，你好。梁先生今天没来吗？梁社长正在准备和洛小姐的婚礼呢。是吗？啊，这么快就要结婚了？您不知道啊，前两天梁社长跟您吃饭的时候，他没有说。哈哈哈，现在知道也不晚。对对对，是件好事，大喜事，喜事。对，雷副学长，我也有一件好事，是吗？要告诉你。我们接获了四吨很好的误杀。哦，那真是太好了。这四吨误杀会给帝国制造很多优良的武器。是。对大东亚的生战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对对，您说的对。赤田先生，我听说大日本皇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好像是受到了一点点的挫折，有这么回事吗？哈哈哈，李副社长，小西井没有关系啊，美国人一定会被我们打败的。那一定，那一定。哈哈哈，但藤春的事情还要拜托李副社长还有藤春的各位朋友多多帮忙。一定一定，总理社永远是大日本帝国的朋友。谢谢。医生啊，他怎么样？没事，很快会好的。谢谢。保罗，你醒了。梁先生，你怎么在这里呀？啊，这是医院，我送你来的。我为什么来这儿？医生说你毒品依赖很严重，你必须要戒毒。我的助手呢？我正要问你呢，怎么都不见了？这些无耻的下流配，他们看我快完蛋了，抛弃了我。保罗，只要你把毒品戒掉，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一样可以有所作为。我都这样了，其实我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步，都与你们有关。你们就是扫把星。可是今天陪伴你的只有我这把扫帚星。保罗，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难受，但这个时候你更要冷静地想想你以后怎么办。欢迎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お疲れ様です。欢迎，欢迎。先生，这是患者的医药收费单，您收好。好的，谢谢。这是你付的钱？如果不付钱，你早就被扫地出门了。谢谢，这下好了，你不用总惦记我、算计我了。保罗，到今天你还在误解我？误解与否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身无分文。这只是你的错觉，我觉得你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你不要用这些空话来安慰我。保罗，起码你还可以和骆怀印先生合作一些生意。这些事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对这些生意也感兴趣。啊？池田君、班長に従従し、米国の軍資金や資金確保の働き、評価するよ。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戦争は、国力と軍事力の戦い、継続が力だ。この地は、軍事的には評価されてこなかった。その通りです。目下の形勢は、芳しいとは言えない。ミッドウェイ以降、航空は甚大な損失を受けてきた。制空権確保のため、何千もの飛行員と航空機、3000を失った。そして我が陸軍の勇士たち、再生への第22師団も甚大な被害を受けた。博士殿、
この日の戦線、我らこそが勝者です。今回来たのは物資調達のためだ。君の探知の物資が必要となる時が来た。なぜですか？速やかに探知の貯蔵の物資をビルマへ送れ。しかし、ビルマ行きまゆいでは、苦急な中国遠征軍がいるほか、英国もいます。それぐらい分かってるさ。有望な第22師団を援軍に送ろう。いいか。万全を期せ。わかりました。大佬，我有时间就过来看你。我一定要送送你。哎，你不要下来了。大佬先生，不好了，别墅被汉斯给卖了。什么？他人呢？跑了，卖家带人进了别墅，把您的东西都扔在了大街上。保罗，阿贵，你先到外面去。是。保罗，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流落街头的，我会给你提供一个住处。真的？当然，相信我，你一出院，我就带你过去。梁先生，我很感动，我穷困潦倒啊，只有你不抛弃我。保罗，别忘了，我说过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好的，说吧，你想知道洛怀英先生什么吗？我倾其所有。那你告诉我，陆怀英先生到底和误杀的事有没有关系？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陆怀英或许是腾冲最大的误杀走私者。你肯定？我观察他很久了。可是我和他这么熟悉，我怎么一点都没发觉？你们中国人之间交往，不愿意给对方留下足够的私人空间，这样反倒影响了你们的观察力。我告诉你，洛华英先生外表上看有大象的强壮，其实他的实际生活状态却像一只小老鼠。阿良，见到赤田了吗？见到了。他还问你为什么没有来呢？你是怎么说的？我说你正在筹备结婚呢。你知道那个川田之翼来腾冲的目的吗？不知道，赤田没说。这个人是日军著名的战时经济专家，他来腾冲一定是和物资有关。我想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查出秘密基地，彻底捣毁它。文泉，小东，你怎么来了？我给你带了些书。哎，骆叔叔呢？我带着礼物给骆叔叔。爸爸不在家，他去昆明了。去昆明了？嗯，走，那我们进去吧。来，骆先生。谢谢谢谢。银行这地方我常来，那都是因为做生意，没想到和刘参谋见面也会是在这种地方。说起来咱们也是生意，而且顺便还保密。是啊，没错没错，当然是生意。高长官最近很忙吧？嗯，高长官本来是要亲自见你的，但是不巧，重庆来人，高长官必须要去机场保卫。啊，理解理解理解。骆老板，你来昆明
这么急急忙忙的求见，有什么大事吧？乌纱的事情不算是小事吧？这是大事，莫过于此。陈薇，政府特派腾冲的潜伏人员，为长官效力，是我当务之急啊。